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te Crypto。 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地步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资金介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Snoop。 你们可以看他们的网站是 snook.io。所以我们开始 ，Snook 是受持续驱动的动货诊所自动抵押某一品，由霍格摩格。你们可以看在这里，你听到音乐，你们可以读和其他霍格建筑组成。作为社区驱动的硬部，甚至 Snook 是社区间决定和对项目的未来发展进行投票。有 Snook 进行的每笔交易中枢缴纳，所以主机价格操纵并鼓励其中的市值。交由水杯协会即从中供应两种艺术2001片段，重新分配一所有而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。这边上你是有的阅读，你赚的绝阅读。所以你们我们现在看他们的网站。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 coin 在 market cap。现在大家我们去他们的 coin market cap， 你们可以看这个 coin， 我们可以看它的等级是2012，一我们可以看它在2270件市里波中，所以它的价钱我们可以看它是0.05，没事吧？所以讲你可认为价格已经上涨，但任务是见过没，因为到今年年底的原始目标价格将是10美元。所以现在大家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我们可以看他们没有实际的他们的 volume 是10.11，我是660是没错的。我们可以看这个 chart 是什么的，他们没有有。现在我们可以看他们的代币血，所以他们的元气供应，我们可以看他们有42万，烧掉等用银是26万，他们的所以定供应等源，从4月2022是我们可以说2万，然后他们的所以定存电是不好意思，他们的现在的短银是13元。我们可以看他们的实际在这里，在他们的网站是6,699,670，在 CoinMarketCap 我们可以看没有，然后在他们的网站所以有。所以现在，所以伙伴们，只是视频的这位很快见，所以再见你们。